第二题，领空是指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，包括什么和什么？开始。时间到。啊！啊！这是由爱生恨吗？哎呦！哎呦呦！你不能来个痛快的吧？就夸一下那种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！别把哎，干啥？别把我板哎，别把我板子弄脏了，是不是？我这算我惩罚。感觉现在好极了，太爽了！就是没想到，因为我们白天都很炎热，那个水没想到泼在身上的时候那么的刺骨。来来来来，壶快壶下了，快点！体力好，但是脑子不够用。哎呀！笑好了才笑，千万不能张嘴。的感觉是吧？哎呀，好轻的啊！请听题，下一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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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题，塔台给出的红色定光信号，对于地面上航空器的含义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杨子的答案。禁止起飞。正确答案是停止。哎，我觉得杨子啊，真的是，是我们这里边的奇迹，到现在为止是第一次被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，也就是说，以左为先，以左为上。报告老师，我还没看明白呢。我说，杨子，来。好，芝加哥体系实际上它主要强。又是遭受到头破、啊，哎，往头破、啊，得了。杨子要求往哪泼？头，往脑袋上泼，让自己清醒一下，是吧？清醒一下了。好。这么就错了，杨子来，请接受惩罚。好，来，头，还要对头锅。他只要上课两个小时就可以会很多知识，他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学生，他是学狡猾。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其实也是蛮盼望被泼倒的。塔台给出的绿色定光对于飞行中航空器的含义是？答题开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题板上的答案是什么。我们听听李教员为我们公布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正确的答案就是刚才航班为我们演示的，可以降落，可以着陆。可以降落。恭喜海涛和张亮。准许降落对吗？是对的。对的。允许是把对的。好，三人答对，三人。特别爽，终于
有人主持公道看不过去了。我们了解杨子，他总是老找各种借口去圆自己。但这个时候我发现后面，哎，有个哥们拿桶来了，我们这谁也不提醒，就让他自己说，他自己说自己这哗一桶水，说了也白说。杨老板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该得到的还是会得到的。我们大家都没有来得及反应，我后面那个学长直接一桶水就顺着头给泼下来了，所以就是学长站得好。